中午一起吃午餐、啊、我看不用了。当然好啊，叙旧怕什么啊，该不会说着说着就想哭了吧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小时候的外号叫做流鼻涕嘛，对不对？热拿铁不加糖，谢谢。小事，你那么辛苦让我服务一下。 Iceland Alice Wilson， 你这个法式很好看的，远远就看到了。哦，谢谢。欸，你怎么没有？没关系，下礼拜帮你买一个。好好好，而且你知道吗，像你这样有气质的美女就是要穿这样子的洋装，然后颜色最好是他来了。今天一样优雅，我快下来了。传给我，传给我。男人就是要看身材，货真价实，还可以摸。他好壮，我都走好累。你这种说法是可以告你性骚扰。我是被摸又不是摸人，只要造成困扰就是骚扰。你们有觉得被我骚扰吗？没关系，你们说。那个，我们还有事情，先走了。你看看你，把女孩子都吓跑了。你这几天不是熬夜，还喝咖啡啊？我，因为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是小夜的习惯。熬夜伤身，咖啡伤胃，你有没有尝试啊？什么叫做我有没有尝试？你才有没有尝试啊？而且，干嘛？咖啡不能喝，药也不能随便乱吃。这是胃药，药性温和。我的咖啡还加了奶呢，是鲜奶。不是奶精，不伤胃。今天有新人来报道，你们继续吧，我先走。还我。我叫叶信思，28岁，是 Muse Weddings 的设计部门的创意总监。我喜欢为别人营造幸福的感觉，但我自己却没交过女朋友，因为我从国中就发现，我喜欢的是男人。他叫肖立成，业务部一组的经理，个性豪爽直接，非常爷们重义气，团体里有他就不怕冷场，认为男人做事就要不拘小节，而且一定要会耍帅。让女孩子激动不已的叫藤木人，业务部二组的经理，公司有名的高冷王子，因为他不管对谁都冷冷淡淡的，做事一板一眼，偶尔会放冷箭，但他其实有颗柔软细腻的心。我们是公司的铁三角，好哥们。你们跟我来设计部干嘛？胃药。光吃胃药怎么够？瞧你累的。谢谢。这礼拜轮到你煮晚餐，我提议我们吃外面，我请客，他出钱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？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小叶，我跟你说。他们业二组最近接到一个大 case 哦，好小气哦。这个月的业绩确实会赢你，是可以请客安慰你这位 loser。爽快，我找餐厅。总监，新来的花艺设计刘美芳到了，在会客室。刘美芳，怎么了？暴风叔叔，他干嘛？中邪了吧？你去看一下。我得生病。现在是脑袋抽风还是颜面神经失调？哎，过来帮我看一下，怎么样比较帅一点？随便，反正怎样都差我一点。哎呦，什么随便？我是认真的啦。我怎样笑比较真诚？这样。到底什么事？那个刘美芳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没关系。什么意思？她怎样？快说，他是我的初恋。哈？
Yes！ 来追我啊！对对对！肖立成，你干嘛啦？肖立成，追我啊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来追我啊！对对对！你们干嘛笑他？你干嘛笑他啦？哎，你要嘞！我叫你闭嘴啦！你确定你那样子喜欢吗？我听了只想打你。我承认我小时候的个性确实恶劣了一点，但是喜欢女孩子不就是这样？要吸引她的注意力啊！是吸引她杀了你吧？哎呀，我们不要纠结过去。我们要展望未来，现在老天爷安排我跟他重逢，这就是缘分。我觉得他看到你应该没有你现在一样这么开心。我当然知道，是要请你帮忙啊。你们啊，就要协助我展现我的优点给他看，让他知道我已经脱胎换骨，完全不一样。初恋都是没有结果的，你忙都还没帮，下什么结论呢？小叶，我只剩下帮帮自己造业，自己扛。好，我扛，这顿我请。你们帮帮我。你不是喜欢吃海鲜，那就来个焗烤龙虾吧。好啊，吃扁鲑鱼排好了。好啊，那我想要那个牛小排。嗯，椰干也不错，我喜欢吃鱼。好，那来个鸡腿肉四份。好，哎，干贝卷，你不是喜欢干贝吗？那我就来个三份。我们只有三个人哦。哦，那我们再来瓶酒好。来个踏迹4980这瓶酒。那当然。好，老板，一个踏迹 Sake 4980那个，谢谢。我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哎，我们刚刚没有点到青菜，我们点点青菜好不好？点青菜好。对，这个水灵看起来不错。太多了吧？对。那我想要吃那个刺身，你那吃不完，吃不完。鲑鱼刺身。好，鲑鱼刺身来一个。你要。我刚刚看那个我觉得我没关系，我想吃杏鲍菇，杏鲍菇不错。大家早安。早。还适应吗？我王姐教我很多。不用这么紧张，等一下我带你去其他部门认识一下。好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！ 我带咖啡来了。Wilson， 怎么那么好，请大家喝咖啡？我听说你们设计部来了新同事，老板说过各部门之间要互相关爱。所以带咖啡来跟大家交流感情啦。哇，谢谢 Wilson。 不客气不客气。你是知道新来的同事特别漂亮，所以特地来看的吧？你好，我是业务部一组的经理肖立成，你可以叫我 Wilson。
肖立成，你家住南机场？对啊。你读新河国小半华国中，外号叫肖哎。你还记得啊？原来你们认识啊，这么巧。那中午一起吃午餐、啊。我看不用了。当然好啊，叙旧怕什么啊？该不会说着说着就想哭了吧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你小时候的外号叫做流鼻涕嘛，对不对？不对吗？对啊。